台南嘉里区这间公庙环保局人员大清消，虽然台南确诊嘉里连续十一天，但人躲不过有确诊者来啪啪照。我朋友才介绍来啦，啊，伫咧六月十一到十八这两天来啦，伊若感觉身躯无好，爱先去病院检查，唔好掉。对啊。当地民众有够惨，因为确诊小黄司机染疫的病毒就是传播力超强的印度 Delta。六月十一号和十八号，两度和另一名确诊乘客到公庙参拜，而同样遭小黄司机染疫的朋友，更曾从方山一路到嘉义、屏东、台南、嘉义市都有足迹，全部共框列139人，让整个南台湾恐沦陷。嘉义市区沿途大清消，虽然确诊者13号来嘉义市送蚂蚱给儿子，但21号才和小黄司机一起用餐。虽然前后超了8天，但 Delta 病毒入侵嘉义市的风险还是不能轻忽。这个确诊个案是不是 Delta 病毒呢？它的基因目前还在定序中。Delta 病毒来势汹汹，仿佛大魔王来袭，从屏东刮起本土的群聚风暴，也在屏东出现最多足迹，整个南台湾绷紧神经，加强清消防疫，再升级。记者南部综合报道。